消息哈，我们不能现在不能那个代替人家填写名字了哦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迈向一个非常那个正式哦，有点严谨，可是又不丢失他轻松的一个状态哦。但是千万哦，不要再帮人家报名了哦，就是因为大家都一样要那个这个舞台对大家来讲是平等的哦，大家要就是好好的尊重，就是互相尊重这样。然后要自备乐器哦，不要跟我借吉他，我的吉他哦太多人使用了，最近有点哭泣。那我再来唱一首歌，也是很久没唱，它是叫一个乐团叫九月九乐团，然后他8月29号会来铁花村表演，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，829来听929。有没有很好记？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好了。829来听929。829来听929。好险哦，我超怕大家沉默。好，那我唱一首他们很容易让大家沉默的歌，叫《棉花糖》。会有